朝彩礼，叫儿臣我接演宫门，三宫六院随我管西宫金地，不让我去，不让我去，我看看西宫到底什么指引变了。收个小手吧，哎，这次五板一打就响声急，戴好了帽，穿好了衣，我急忙就把这个鞋来提，还往下瞅，瞅了一个仔细，也有老也有少，还有男还有女，这年龄大的我称你们是伯父，年龄小的称兄弟，还有这大娘是大婶子，大舅们我的大姨，各位嘉宾呐、和老板先生女士都来看我们的地方戏。这人过留名啊是正理，雁过留声就把人迷，姓李字平就是我，我的搭档啊叫胡云玲，本行的一礼把名提，上得台来我深识一礼啊，给大家磕个头再做个揖，在座的咱们都是幸福之人，跨过世纪，在新的世纪里，我祝咱们老少爷们儿家家都成为百万富翁，金玉满门到家里。我唱的不好，扭的太难看，谈不上水平和高低，我恭恭敬敬啊施一礼，磕个头做个揖，你们鼓不鼓掌？没说的老少爷们，咱们中午好，今天好啊，谢谢。哎呀，上来人啊，二人转呐、俩人啊，谢谢大家，哎，谢谢，谢谢大家鼓励，谢谢。哎，有幸啊来到咱们海城，哎，参加这个大规模的演出，哎，所以说呢，和咱们大家前生有缘，今生有幸，欢聚在今天的神圣日子里，唱一段什么呢？哎，就是也是十大小帽之一，对，里边的双四五更，哎，奉献给大家，好，这个小帽非常好听啊，对了，来吧，来肩膀。小心
这才是啊，东北地方戏地地道道的二人转里边的头型、嗯、那就是小帽。嗯，二人转呢发生在咱们生产在咱们东北三省。对，据说是吉林。嗯，但是呢咱们东北三省都非常喜欢这个二人转。对了，是咱们的地方戏，是吧？不可缺少的、啊、哎，所以说是咱们东北啊绿色产品。哎，也是啊，三中宝之四，可以说加到里边是四中宝。哎，其中就有二人转。对啦，喜闻乐见。嗯，大家都非常愿意看，是吧？这回咱俩怎么办？这回收回正传，收回正传。哎，给大家唱一段传统的剧目，那就是说又密见尤公。对，是一出好戏。哎，哪朝哪代呀，对，都有奸臣。那对，这奸臣呢是专门啊害宗臣的。对，这宗臣呢多半都被奸臣所害。是呢，所以说这里边有骨头词儿。哎，把这个词句啊为大家唱一唱、哎、让大家好好听一听。对了，说是这原原本本的、嗯、没有篡改的二人转、哎、让大家好好再回顾回顾、哎、回忆回忆，是吧？对了，所以这回咱俩抱板唱。抱板唱，不行耍大舌头。哎，谁要耍大舌头就等于、哎、吐字不真。观众老师都明白，案件伤人、啊、哎，快而不乱，哎，慢而不断。对，所以说不管唱多快，哎，吐出这儿的单摆副歌，好，谁不行玩大舌头，谁玩大舌头，哎，谁跟你说就罚谁、哎、行不？咱俩唱哪个年代的呢？唱五六十年代的、哦、就是、哦、啊，你妈和我爹唱戏在这儿的。对，那功夫的原腔，对，原味，老词老调。哎，老词老调。嗯，完了呢是2000多年的故事情节啊。对，来吧，到我这来啊、哎、咱们俩是楚平王啊，楚平王啊，大美佳楚寻啊，我想你西宫下院进呀了宫门吩咐宫娥快上前，哀家一人要扶养我亲呐，我先扶我一嫂啊，罗江院呐，我后扶一嫂啊，刘何人扶到我亲乱，想起来东宫啊，那位少佐君呐，这些呀无小女，四年少千岁呀。这位少主君呐、啊，我扶他清晨出城把围打，他叫着儿臣我进掩着宫门呐、啊，这三宫六院随我管，西宫禁地不可临了，不让我去来，我偏哪去啊？看看西宫啊，什么的指引呐、啊？我扶他临行时。赐给龙泉剑呐、啊，我手里就把宫灯来临呐、啊。我走过金殿是月金殿，我走过龙门月龙门，我走过我的父分宫楼一座呀、啊。眼前来到西宫下院门呐、啊，这西宫门外止住了步啊，叫了一声宫娥才女，要你们听真呐、啊。你们里边禀来是里边报，禀报皇娘得知闻，就说东宫啊来了少千岁啊，西宫下院前来探母亲呐、啊。这宫娥才女答应哪敢怠慢呐、啊，这一个各地是不消寻了，出言便把皇娘准，口尊声皇娘啊，跪耳着听真呐、啊。咱们门外来了东宫少千岁啊，言说西宫下院前来探母亲啊，这宫娥才女报是一旁站呐、啊，翠花无瑕这位美贵人呐、啊，我开眼来便把宫娥骂，我骂上啊宫娥不是人呐、啊，就知道我十年。少千岁呀，你给我宽了的那是什么心呐、啊？寒骨之心那从头论呐、啊，哪有这奴婢
敢呼噜主君呐、啊，我们奴婢要和你商量一个谎啊！此事经过，将我命归阴呐、啊，我不可快赔了家，我参与。个个不孝顺呐、啊，不多这一时，懒家的才好啊！口尊生皇娘啊，懒家的安身呐、啊！我嫌你花里花哨，我就娃娃一早啊，龙年糕刮掉风头啊，我的菜的根，搬过来苏龙这家。八仙过海呀，我不床一上，前往乌云呐。前边说前边忙，星到日月；后边说后边忙，里跳龙门呐。戴一顶粉翠冠，端阳对上啊，有俩多管楼花遮盖路云呐。我想你打扮起来千娇百媚呀，走一步再一站，哪赛仙人乌鸦捧凤往外走啊，一秒压住百秒人，无效地走出啊这个西宫外呀，我打量东宫啊，这位杀我主君呐，三身王茂啊，就在头上戴呀，必沉住一口啊。压住我顶门腰眉，孙木君王相已被藏烟帝王山，不叫费无忌他把我害呀，哀家宗室依靠此人呐，这西洋无下女打量少气生意呀，表表啊，谢谢东宫逼近这个少主君呐、啊，我正在西宫啊门外的来站呐、啊，这西宫下院走出一群人呐、啊，这芝山长斩他妈龙凤闪了，鹦鹉鹦帆鹦朝臣呐、啊，上打着一把九曲，外把黄罗闪了、啊，山下找着啊千娇百媚是万紫风流，比花是花比玉是玉，红里套白白里套红粉的路的，一位美贵人。啊、这乌鸦陪风往前左走啊，这一鸟进林白鸟的鸦雁呐、啊，你看他乌云法这法乌云呐、啊，乌云凤法盘龙髻呀，这对牙牙对鼻了，边边下插金簪，实竖着多根呐、啊，这元宝耳套一边的一个，还带着翡翠环，多么的光人呐、啊！你看他柳叶弯眉，又弯又细，层层叠翠，秋波大眼睛也有黑也有薄，黑黑薄薄多了。乱转真有着精神呐、啊，玄丹鼻子樱桃花的口啊，这玉米人牙就在口内含呐、啊，上身穿能冬织是巧履扎是扎成了一花千朵，朵朵新鲜鲜花吐艳艳谢牡丹，丹凤朝阳日月穿梭雨过天晴，轰隆啊风啊恼啊，腰中扎的是山河走兽，飞风地里群呐、啊，这群下你。捏得是百褶，褶下露出金莲，还不超三寸几分呐、啊。这此女长得千娇的百媚啊，好似月里嫦娥降下的凡尘呐、啊。都说着我妻赵姨长得怎么那么美呀、啊？倒比我妻还强上几分呐、啊？不用这人说，我知道了啊。就知道是儿臣一个贵母亲啊，我站着不敢来讲话，我一搂袍服跪在地儿臣呐、啊，这皇娘好来这儿臣好，皇娘康泰儿臣这放心呐、啊，我想你一句、哎、我的心欢喜呀、啊，好一个有情有义这位少主君呐、啊，我有心了撒钱了把他擦了起，放碗拿了盏龙的身呐、啊，我的凤冠一摆请请请啊，站起东宫啊，这个少主君呐、啊，这外边风高难以这讲话。
一到下院徐徐的喊问呐、啊，这一龙一凤下院的来进呐、啊，娘家才把大礼来分呐、啊，我小女扒拉挂进了轿衣，小王落座龙探身呐、啊，我吩咐公啊快排御宴呐，公啊才女个个不孝顺呐、啊，排的是山东走兽云中雁呐、啊，陆地牛羊。海底下的山啊，不多者一时预言着排好啊，口尊声皇娘你把酒来斟吧，我小女儿陪她一杯酒啊，我替小王人悲心呐、啊，我小女儿递酒放胆吃啊，小王接酒龙探那身啊，小王接过这杯的水酒啊，我低下头来这口问心，还有心吃了这杯酒，恐怕皇娘说我见酒亲呐、啊，我有心不吃这杯的水酒啊，岂不是冷淡皇娘敬酒的之心呐、啊？我将酒不吃，高天和地呀、啊，皇娘面前高干呐、啊，悬呐、啊，你来到我国。年哪般哪，儿臣不知你是哪国的人哪、啊、你真情实话对我这言讲啊，太平年间外祖父家前去的探亲哪、啊、这一番小儿一旁来吃点碗，特别把家乡的醋对你润，谢谢谢谢谢谢，哎，这是序幕，刚开个头。哎呀，这个帽子啊，这个帽子有毛病。啥毛病？盖上就出水，盖上就出水。啊，这脑袋又出水了。这悔不该我捡着个帽子。搁哪捡的？完了，你说谁盖上啊都出水。啊。搁哪捡的？搁拉弦儿他们家门口。啊。我一细打呢，说他爷爷扔的。是啊，原先他爷爷带的啊，他爷爷也捡的。密见有功啊，啊，这是开头的序幕。对了，这叫流水版。哎，所以说呢，给大家唱了一段了。这回呢，哎，咱俩唱快呢，让他不哈、啊、不乱。对，慢呢让他不断。这回卖味儿。这回卖卖味儿。嗯，唱一段什么呢？哎，唱一段咱们辽宁的最不好唱的三节板。对了，不管这咱们地方戏发源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三节板，嗯，是指正是不好唱。咱们辽宁的，哎，辽宁的好听啊，对，但是不好不好唱。哎，就把这个三节板奉献给咱们在座的友好的嘉宾。对了，啊，这跟您来啊，跟我这来啊，哎哎，来吧。
红尘呐、打草中啊三班门来，倒是四班子五也有杜三呐，也有这奸臣呐。啊，他要把
面前，前来领他的赏啊！他端坐你夫的面，他就把这宠花云呐、他言说秦国又出美女呀、给你捎了一个小妾身呐、你的父亲了一听，龙儿心喜呀、赏他十锭金子，还有这个十锭银呐、他摇到你的面前，前来领我的赏啊！你分文背赏他，他不好分呐、背赏他几银，还头不算呐、四十啊龙棍打在他的身呐、这曾想今儿大臣来，尊大臣呐、没有什么妨碍，哎呀不完了想啊，到我奸臣呐、怀恨在心，抢啊专抢咱们金枝绿叶玫瑰人呐、我的父亲一听龙儿心切啊，派两位皇兄啊保驾随后跟呐、金顶轿改坐了啊，一座银顶轿啊不孝的改坐了啊，陪伴的人呐、这曾想风风险险就把这个土山过想平平安安过了山林呐、过了这座山呐、应该换过来叫啊，到我见了陈堂一催叫父啊，稀里糊涂抬进宫门呐、这顶轿抬到了东宫下院去呐、这顶轿抬至在西宫下院门呐、这就叫老子断了啊，儿子的妾呀、儿子你也断了他娘的身呐、咱们一家四口他给颠倒着配呀、你说这恼人呐、还是不恼人呐、朕你的凤爱伦呐、几弟那哀家我我来慌张去接驾吧，从外边了走进来年迈之人呐、弟弟啊王毛啊我爹头上戴呀、他皱纹了堆垒足足有六旬呐、上前拉住了你的风幔呐、慌忙啊他俩肯带亲呐、我严说是你的儿妻名叫吴香女呀、你扶他抓了我做牙假装了没听真呐、你比作爱家我呀就把西宫封床来上啊封啊床啊一牙上跟你爹下了亲喇叭嘿，你爹他不是人呐、你爹是个老骚神呐、儿子媳妇大了妾身呐、
人伦哪呀，负责在朝咱们威尊哪呀，留下他爬这条根哪，哎呀哎呀哎了我说小王千岁呀，天仙女落到老君庙啊，这里的嫦娥配给老君啊，兰花栽在了金盆之内呀，我带花吊具在泥瓦的盆呐，咱们做参照啊，海盗去卖呀，一家的价钱十四个人呐，那造的他本是我的。天狼啊，为什么冰天雪地这一身不沾身呐、啊？为什么三国六院他不去练呐、啊？为什么偏要练儿子的妾身呐、啊？为我的他不要儿忙着啊，活活就把你给坑害呀！你负他曾把儿妻呀、啊？的夫君呐、啊，济公要龙床客房等，你陪哀家我到明城。你是我小妈呀。你陪哀家我坐上一局，我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你是我妈。我像个女，头靠山上啊，我就请我园儿女呀。小王我在一旁急忙就把话来圆呐、啊、我是你媳妇儿已经啊招成熟饭，皇娘你千千万万别生歪心，但等我父大卫回朝转，我不杀废物鸡我枉为回人。小王我发罢了，雷霆着大怒啊！这一声小王啊，要你听真呐、啊！小王的钱要谁来？那要动怒啊！我把君臣大义往下圆呐、啊！君练臣，臣练君。君臣有义呀、啊，父练子，子练父，父子有恩呐、啊。兄练弟，弟练兄，兄宽弟仁呐。夫练妻，妻练夫，前世的缘分呐、啊。带进来的要练才人，所谓什么事啊？为的是多打西山，多保乾坤呐、啊。带财来的要练军，所谓什么事啊？为的是官大一品，任劳我万民呐。当父的要练子，所谓什么事啊？为的是百年之好、啊，养育之恩呐、啊。当子的要练夫、啊，所谓什么事啊？为的是从小拉帮养育之恩呐、啊。当兄弟要练弟，
那所谓什么事啊？为弟子家庭和睦过家分呐、啊，当弟弟要练兄啊。所谓什么事啊？为弟子家有长子，黄土变成金呐、啊。当父的要练亲，所谓什么事啊？为弟子生儿养女，留下后人呐、啊。当妻的要练夫，那所谓什么事啊？为弟子头上供在佛牙替身呐。把四不厉害的往下圆呐、啊，这不练财的财不练君，君臣不练私通外国，定要造反；父不练子，子不练父，父子不练他乡原本来，那是仇人呐、啊。兄不练弟，弟不练兄，兄弟不练分家令住，各立门户吧。父不练妻，妻不练父，老爷们藏在外，老娘们藏在家，牙根一咬，脚根一断，眼中一转，姐家外人说的丈夫没安好良心呐、啊。猪八戒回马枪，还到楼里。下的是甘露细雨啊，地有个长的是五谷苗春呐、啊，我有个徒的是忠良上将啊，家有个徒的是孝子贤孙呐、啊，这本是四恩，严将过去啊，替我把四无恩再往下圆呐、啊，天无恩下的是秋风暴雨啊，地无恩长的是野草荒林呐、啊，我无恩徒的是天灾当道啊，家没恩徒的是啊败子灭孙呐。这本是四恩四恩来讲过去啊，你把四八往下轮呐、啊，这乌鸦反哺四十日，羊羔吃乳跪母亲，马若骑母双瞎眼，儿要见娘五雷分身呐、啊。不见人呐、啊，我为你问啊三呐、啊哎，那是杨四马呀、啊啊，我为你杀全呐，雁过飞。枉费回心呐、啊，我为你哎呀哎呀的呀想呀，饶过这命月呀、啊哎啊，我为你杀油灯过金呐、啊啊，我海底捞鱼。捞不到手啊！我沙里登金呐、啊，越登越深呐、啊。咱俩叫我一刀难了断，南城的浪啊，快剪这南角你我眼里的根呐、啊，我一敲南瓦千边土啊，一只船正要到前不稳的岸，人来人呐、啊。我口口声声求冤理，小王一旁把话圆，生米已经奏书万荒娘不必生外心，单等我父打围他回朝转，我不杀废武鸡枉为会人。小王说罢往外走啊，我想你要撒钱了，眼了勾满了，一眼了勾满了，不要紧，眼住小王龙袍金，小王用剑割袍断了意，勾动我在大外第二层走风尘难绕啊。
人那老王不随我的意，小王不随我的心，人花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归阴。记下了那吴家女婿过下院，脱了些死牢啊。这表东宫啊，少主君了，灭奸尤公啊，丧了命，君要无道乱乾坤。这本事灭奸尤公忙忙活活没唱好，唱的不好，你们一见冤。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啊！发财的掌声，谢谢啊！这才是原原本本的，哎、没有唱改的娃娃二人转，谢谢啊！哎，所以说希望咱们老少爷们儿、啊，这大家真捧场、年年有今朝，哎，啊，看一转。对了，这回怎么办呢？对，来点外天、哎，给大家来点这个外天、对，来点这个啊，多型多样的啊！哎，这回来点什么呢？来点什么？刚才呀、咱们参议员、也是咱们的顾问，哎。他叫李大力，还有那个张朝红，哎，所以说这都是咱们的顾问。对了，让咱们再唱一段呢，啊，包公赔情里边的主要选段，啊，奉献给大家。啊，我这个包公赔情啊，啊，跟别人好像是不太一样。不一样，对了，所以说有的不少词句啊，哎，都是古老的、古代的、传统的。跟他们唱的好像是不太不一样了，所以说我卖点力气奉献给大家。咱俩搁哪开始呢？就搁你呀、素文公，说你呀、怎么把包拯呐、把这小叔子养大成人，哎，是吧？完了说说你怎么还能把我儿子给杀了呢？给斩了啊！所以说拔不完了我的短，哎，你要斩我啊！完了你又呢有这么一段思路，哎，把这段唱你先唱了，哎，好，跟我叔公开始啊，对，跟你叔公就是后面那几句啊，别砸了包公，该想一想，对，装上，这玩意儿就是干啥吆喝啥，这玩意儿装狼算狼，装虎像虎，你要装兔子别让狗撵上。哎，搁红柳那开始啊！哎，我为说三弟呀、一个
子，你杀了包勉，嫂嫂断后愁，像我这寡妇啊，失业的就算白拉倒啊，那我老了我坑死啊坑啊埋，路死啊路烂啊。苏嫂子啊，我还练的什么？苏嫂子啊，请啊，说到我脑来，刀到我怒，这在宝剑拿手中啊，你有图打我有点，宝剑也是宋祖峰，头砸砸人了不偿命啊，宝剑了杀人了不把命定，照准了黑头往下砍，我胡万变把残万情，黑贼呀，好罪生啊！我的嫂娘，且慢着动怒啊！听三弟我说一说这，也望着下情啊！把我见将你斩死，我叫你死好再说下情啊，也给我儿子把命来定啊，黑贼呀，我的嫂娘你斩三弟，想上一想啊，想一想你带三弟我何等的恩情，三弟我在你怀里承认长大呀，你那三弟我就当亲生，你斩这三弟我，三弟我无含冤，来世我驮驴变马报答你的恩情啊，我的老嫂嫂。登上一登啊，听三弟我诉一诉这一往的下情，今天以上我就领圣旨，一到陈州去把民情，陈州放粮食我该走，好不该十里长亭扎下这连营，十里长亭我就扎公馆，为的是陈州放粮抖抖着威风，八大朝臣都到此，各个朝臣这都有名，头一个靠山王爷胡培贤，二一个永安王爷名唤高俅，三一个吕布天官这个吕蒙正，四一个三朝元老王彦龄，五一个正西的狄仲美，六一个都把三官杨仲勇，七个兵部司马刘文静，八一个山西的寇来恭，这八大朝臣一三的八行街，你答复这小包面与我来践行，包勉他践行时饮了这几杯酒，酒后无德他胡乱行，他言说三叔你陈州去把粮发，抛下我们母子又在家中，下生时没见着我爹爹的面，
我们母子就有三叔你疼，一连做过三年定远县，一片家业遭个空，这旁人做官都能把家做富啊，谁像你做官把家做穷，这朝中大臣不光着你自己啊，你显得什么威风，逞的难分能，万岁皇爷都有这不正之意呀、啊！你还讲的什么清正的廉明，三弟我听此然面带冷笑，哪一个知道陈州百姓和水火中，做官就要给民做主，当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千钟，正是三弟我就狂开口，不知包勉抽的哪一股子风，离地蹦起这有三尺，口口骂我这黑包公，他言说咱们爷俩别把叔侄邻呐，一个为弟一个为兄，咱们爱人乃是同年同月，一个娘怀把乳石争，你何不滴血难藏人弓马，八月中秋你就反边境，开刀先杀着宋皇帝，推倒了大宋江山，你把江山登，再抓住八姐和九妹，一个朝阳一个正步，小包勉说出这样贪赃这卖法话，这八大朝臣哼了了一声，哼了一声这不要紧，扫地这三弟我黑脸蛋子自由情，这兵部司马元帅这个刘文进呐、啊，他本是宋仁宗的一个大舅兄，他要上朝奏一本这包家大小孩呀难想着活成，我一声令下就把这个长亭撒，绑成包面小畜生，上三扣来这下三扣，奶扣不紧就用足蹬，将包面绑了一个出城衙，怎不叫他的三叔我心疼，从清晨绑到过了午，哪有这一个人与他讲情，空中要有一个巧鸟叫也算侄儿的救命的心，我指望铜铡闪虎目，三口铜铡就放光明，这铜铡我没掰他自己起，三道铜箍就六下崩，不用您说我知道了，就知道包勉冤家是个计诈星，我铜铡铡的是脏官脏吏，这为民除害为国的尽忠，这腐败官员让我这铡多少，宋王天子都大吃一惊，莫非说咱们该活人家就该死，这做官不正怎能去把民清，三弟我一怒铡了小包勉，铡的我把抓又长，恢复着刀疼啊，还有爹爹爹一把我爹叫我咱死，也算你们把我家做官白白听啊，嘿嘿啊！这陈州风凉，咱的不能走啊，我来给嫂娘你前来赔情，你今天斩了三弟我，难道说小包勉他还能够复生吗，我的老嫂子这样
不能回羊庄，你就该给我的儿子把命来定啊，嘿嘿呀。我的嫂娘今日斩了三弟我，难道说小包勉他还能够复生吗？我的老嫂子，我嫂啊，你今天斩了三弟我，那宋主江山有千斤重，我担着八百有余令。嫂娘你今日斩了三弟我，那宋主江山哪、啊、何人照应啊？想当年没有你的黑贼在，那宋的江山也没白烂啊，黑贼呀、啊！嫂嫂你要斩三弟我，三弟有话这对你明，有道是不看金面看看佛面，你不看玉清看看水清，这金面佛面玉清水清全不看，看一看下是你的丈夫，我的大长兄啊，我的长兄，你的丈夫你全然不看，看一看下是我的爹爹，你的老公公吧，老嫂子，三弟你要立案，说嫂子啊，你不该叫你的哥哥断了后肠，哎，我叫你把命定啊，黑白。我的嫂娘今日不斩三弟我，三弟我到陈州去把民清，但等放粮我回朝算，给你修下一个养老的宫，养老宫里你就去养老，福保你富贵这永不受贫穷啊，我的老嫂子，那有话富贵嫂嫂我不爱，宁愿意和我的儿子要早吃讨早吃，苦受贫了穷，哎，我叫你把命定啊，哎呀，有道是不看金面看看佛面呐、啊，你不看玉清看看水清，这官要大了必得招贤，这树要大了必得招风，出头的船子必得先拦，这天要有雨风必先行，想起来昨夜晚做了几梦啊，是怎么一梦更比一梦凶，头一梦一落完全烟打碎呀、啊、二一梦一锅包子全烟蒸生，三一梦三间草房舍了松林，四一梦平的他哥大窟窿，常言道一落完打碎家也比散。